你们切记，棺木不可着地。是，师傅。爹，我们是不是触犯到了什么忌讳啊？梳理异物，一般来讲，对事不对人。这件事情应该与死人有关。死人？不过这件事情与他无关，我们只是受他家人所托，帮忙处理身后事，想必他应该不会责难你。风烛残躯，不知所谓。我们在外游历多年，虽已归乡，但是身上的浊气还未消散。灵庄重地，不宜久留，否则会影响镇上的气运。我们先回去吧。是，师父。师傅，这些人好奇怪啊，这个方向不像是去义庄的，难道他们着急下葬？不对啊，现在是子时，这个时间很不吉利的。这应该是去送冥婚的，但是我怀疑棺材里的应该不是死人。以活人送葬，这也太残忍了吧。是啊，太惨了。封建陋习，离经叛道，许多年前就已经明令禁止，只是这些人冒着天下之大不韪，既然我们遇上了，就不能不管。苦木胡同独影子，夜色楼里不复返，儿啊，子思故后，你就再也不会孤单了。爹，这些人怎么办？去通知梁队长。是。师兄，
事吧？师傅，快看！果然还没有死。哎，师傅，你怎么知道这棺木里是活人不是死人呢？所谓盖棺定论，如果是死人，那么棺木必已盖棺。但是现在棺木并未封定，显然棺材中的人并没有死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师傅，他们真能玩，把女人放棺材里啊！想办法打听出她的身份，然后把她送回去。好嘞，是。爹，他怎么样了？没有大碍。喂，师傅，怎么样？人我已经交给警察了。另外，我还打听了一个消息，这女子好像是宜春院的姑娘，只是不知道她为什么被抓去配冥婚。嗯，宜春院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这是怎么了？哎，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。以后？啊！死人了，死人了！啊！你们看，死人了！这人谁呀？你们看，死人了！是啊，是啊，好惨呀！我昨天还看到他了。哎，您慢走。我是来学医的，我不是来看店的。每次都让我们看店，难不成店有宝？臭小子，你又在偷懒。小心师傅一诊回来，我告诉师傅。你告不告诉师傅，师傅也不会带你去一诊的。说什么？是时候。那个，我是说呀，师傅呢，他没空管我们，他这每次出一诊又不带着我们，你说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？先不说了，有病人上门了。运输在吗？我师傅出去义诊去了啊，不过没事。找我们俩，也是一样的。对，算了，看起来不靠谱。什么靠？听闻运输医得人心，妙手回春，我还是等运输来吧。师兄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听说最近镇上发生了命案，我劝你们还是别去凑热闹了。现在的人本事不大，竟给警察添麻烦。师兄啊，你知道这师傅呢每次出去义诊为什么不带着你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装部队不行啊。不过你没关系，这个呢可以练的。练啊？怎么练啊？练光头，看到没有？很亮，很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只有两个眼睛，这样子一直死盯着他，一直盯。嗯，这么无聊，我厉害。难道你不想跟着师傅出去义诊了吗？想啊。你只要把这个专注力给练好了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再说了，你看他头又圆又亮。你这么想，如果你就咔嚓，会不会比一般人强啊？这辈子就不会很无聊了。那我试试。嗯，好，去哪儿？我去通知师傅。你继续。这个人谁啊？他怎么死了呢？是啊是啊，哎呀，死得好惨呀！你看，我昨天还看到他了。这个、是谁吗？他怎么就死了呢？师傅，好恐怖呀，这个人。阴公。阴公，师傅，什么叫阴公啊？还记得昨天冥婚的人吗？冥婚出行，便有阴公提前引路，看来他就是阴公了。他就是引路人。可为什么他会死在这儿？啊！
让开！滚！让开！退后！怎么回事啊？队长，这里发现一具尸体，但尸体上并没有任何被人袭击的痕迹。既然没有被人袭击过的痕迹，那就是自然死亡了。来，把尸体抬回去，通知家属过来领尸。等等，杨队长，这件事情我觉得不能这样草草了事，我觉得有些蹊跷。你说啊，在外游历多年，还真给回来了。不过呢，还是感谢你昨天救了我们镇上的居民呐。你说这名死者，他没有被人袭击过的痕迹，这不是自然死亡，那难道是什么呢？难不成是鬼怪不成？是不是鬼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有点诡异。诡异？我看你是扯淡。扯淡！是。不好意思，梁队长，这是不是叫热脸贴冷屁股啊？那个阿武兄弟啊，你爹，他会不会就是自然死亡？死者没有被袭击的痕迹，但是死者的表情很诡异。哪里诡异了？死者面部惊恐，像是生前见到什么可怕的东西。爹，卦象上如何？五行无常盛，四时无常位，日有长短，月有生死，可是死却分多种，老死、病死、他杀、自杀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他究竟因何而死？三寸气在千般用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声音从那边传过来。你们搜一搜。是。往那边去。好。师傅，好多警察。难道凶手出现了？走，我们跟上去看看。是，师傅。队长，有咬伤的痕迹。又死了一个人，镇上之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而且他的死因跟之前那如出一辙。青梅啊，这我全部都看到了。那队长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如果真的有古怪东西，我们不如去找英叔帮忙吧，毕竟他对这样的事情更加熟悉。请他帮忙。队长，这边还有个没死的。走。果然还活着。这行医呢还需要大夫，你提议的不错，去请英叔。是。梁队长，梁队长。英叔啊，你可是擅长行医救命啊，现在我们这个打更可是本案重要线索，你现在立刻马上
爹，我来帮你。爹，这是英叔的女儿。不错嘛。英叔，你有什么需求你就尽管的给我提出来。多谢梁队长。放开！你刚才说你看见了什么？难道说是同一个人？英叔啊，你说这场连续这两起命案，他是同一个凶手所为。如果照现在的情况，凶手如果继续作案，恐怕镇上会有大麻烦。英叔放心，我已经加派人手巡逻，确保镇民的安全。如此甚好，前面就是医馆，梁队长不必护送了。英叔请。没想到梁队长已经做了如此周密的安排，无双替镇上的百姓谢过了。应该的。无双。哎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嗯。请。英叔。你是前些日子还多谢英叔的相救。哦，原来是你。叫我晚秋就好。哎，原来你这么美。没什么。晚秋姑娘，哎呦，你这摘了面纱真是，真是佳人呐。这可惜啊，这某人呢、还不配呀、是吧，师傅？你怎么能这么说阿文师兄呢？虽然我觉得你说的也不无道理啊。我大哥怎么想的？怎么会这个时候让我们来探点？大哥怎么说咱们怎么做就完了。哎，听说这附近有个清朝高官的古墓，找到了我们就发达了。这就是前清高官穆长林的墓，怎么看着这么普通？大哥不会搞错了吧？穆长林之墓，没错，就是这。走，我去告诉大哥去。哎呀，你坐这儿干嘛？走，回去告诉大哥去。哎，歇会儿，太累了。走啊！鬼啊！鬼！我炸了呀。我哎，阿文少爷、我听说你是英叔的徒弟是吗？以后就把这当成自个儿家一样常来玩啊。阿文、我问你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啊？你们家师父他可有什么心仪之人吗？心仪之人，师娘去世后，这么多年好像就师父独自一人。以后啊，这就是自个儿家啊，常来玩啊。晚秋，你看谁来了？阿文少爷来了，快点下来吧啊！你等会儿啊，马上就下来啊。谢梅娘。
六叔，我家老爷深感不适，夫人命我请你前去，这么晚了恐怕……不妨事，医者父母心。阿武啊，阿文呢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刚起来就没见到他。臭小子！师傅，不好，之前那个女人。救人！爹，如果我们不尽快抓住他的话，镇上恐怕是不会安宁了。姑娘，哎呀！说吧，干什么去了？我怡春院。什么？你竟然自己进怡春院了？什么情况啊你？哎，臭小子，你自己化解不救我？师傅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是我什么也没干。师傅，哦，对了，师傅，梅姨娘和您很熟吗？现在说晚秋。啊，师傅，晚秋姑娘其实是个苦命人，家道中落后吧，她就步入红尘了。但是她绝非像普通的风尘女子。你怎么知道？她这么多年虽然身处青楼，但是一直洁身自好。晚秋跟我说，她有个哥哥，如果找到她的哥哥，她就会从良的。什么？他还有个哥哥呀？家道中落后吧，他的哥哥就失去了踪迹，他哥哥和他都有一个同样的胎记。刚才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刚才听闻，晚秋姑娘最近一直被恶霸霍大友纠缠，这个霍大友一直想要占有她，但是她又无力反抗。师父，咱们帮帮她吧。自古女子最苦命。这个霍大爷我也听说过，要是晚秋姑娘落入他的手中的话，只怕……事情既然到这个地步，我们就不能不管。现在令我担心的是这几起命案的凶手目标单一，几乎都是年迈的老者，我们还要等警察厅那边调查之后才好做判断。好了，你们都早点回去休息吧，我们还要保存实力对付凶手。对了，师傅，刚才临走的时候，梅娘让我告诉您，您过两天来看您。造孽呀！等，哟，梁队长啊！哟，这什么风把您给刮来了？你说呀，你不抓凶手，来我们这破医馆做啥？难不成病了？队长啊，我说队长，你别这么见外嘛。我之前呢，对，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来找我师傅看病啊？我师傅在里面，自个儿去吧。哎呀，你之前都是我的不对，我说你在这儿呢。哦，哈哈，病了，病了啊。哎呀，还是阿武叔你了解我。阿武叔你来，行，
有吗？对，李阳队长，这人一向都是很好的。那个师傅，师傅。梁队长，你说，来我药铺，是不是有了什么线索？我查了查之前的档案，我发现这几起命案他都有联系。他们在大清前期呢，都做过前清的捕快。这大清朝灭亡以后呢，他们都各自找了活计啊。凶手身着卜子官服，那也就说明他也是前清的官员，而他和凶手有什么仇恨，所以凶手才会找他们复仇。呀，这无双姑娘果然是聪明啊，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啊。哎，梁队长，这叫知音知音。不对，凶手身手敏捷，如果真是前清的人，那现在必定老态龙钟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哎呀，英叔啊，您之前说的没错，您说这凶手他不是寻常人，难不成他是传闻中的僵尸？阿武，你跟我来一趟。你干什么啊你？阿武，我平时带你怎么样？你呀，你又说那话。你是我师兄，你不对我好，谁对我好啊？你先不说这些了，有件事你必须帮我。啥事？你赶紧说吧，你什么玩意儿？我就不好。哦，这大白天你拉我出来，就是为了给这个……我才不干呢！什么玩意儿？这小点声。他就是霍大友，来看，走开走开，去，哼，他就是霍大友啊！这个怎么卖呀？果然是个人渣！小娘子长得挺标致啊！来，爸，去做我小妾吧！要想我帮你也可以，但你要听我的。不是你不会又坑我吧？我怎么会坑你呢？我是你师弟，我坑谁也不坑你啊！一句话，干不干？看什么看？啊，走开！一边打下去！干！本大爷大小姐，你们看什么看啊？干！哎，这里就是霍大友的住所呀。
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种。现在人怎么这么难捉？啊！他如果乖乖的听话还好，他如果是个中道士，我不建议他去警局坐坐。是。凶手，给我追！老老的，我发什么事了？被这么多人追我！几个往那边去，其他人跟我走。这，不跑了！住手！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醒醒啊！队长，怎么回事？医书。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了凶手。怎么样？没有大碍。队长，师傅，我都没死。看来凶手今夜又有其他目标了。真的大哥又死了，这莫非是魔人所为啊？魔人之所以将更夫杀害，应该是更夫发现了他的踪迹，所以魔人才将他杀害。梁队长，你还要回去调查一下留心前清的捕快还有谁，凶手下一个目标应该就是他们。英叔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查。哎呀，凶手残忍，梁队长多加小心。哎，快，别，师傅知道了，快。师傅，老丁，我们来接薛老爷入土。就在里面，你们自便。你们记着，入土前棺木不可着地，凡是经过路口、桥梁，必须以纸钱压神。是，师傅。
师傅，同学都准备好了。告诉他们，做法事时，凡是属鸡、属狗、属马者，一律转身回避。哦，知道了，师傅。啊，师傅，这红线阵是做什么用的呀？俗话说，一命二运三风水，四积功德五读书。红绳阵代表气运，一则可以化煞，二则可以保佑其后代事事顺畅。准备起坛。啊。先游渭城而遁途，游魂于千里，故为心安。魂灵归天，身归后，上阙黄金，下与黄泉。风动无故哀鸣，视为不吉。看来必须尽快下葬。将光木入葬。你说，哎，可算是找到你了。是什么事让梁队长亲自过来了？是啊，我查了下前进的捕怪名单呢，除了死去的几个，还有这几个。是他。不知道之前你的兄弟在这遇害，你想过他后台，怕什么、啊？不危险命球。再说了，大哥他们也做好完全准备，有他们一到，不会出什么事。王爷！梁队长，凶手杀人还未停止，想必。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老丁，照前几起命案来看，凶手一般只会在夜间出行，想必这也是我们的机会。没错，凶手手段残忍，这次呢绝对不能放过他。梁队长，布置灵庄方面，英叔放心，小薇，带几个人去灵庄。是，二队，给我走。是。出发。生意做，哎，我叫你留住个票。好，我每努力争取的。头爷，做你两年哦。哎，阿老孙老师，进来。呼，家伙，是谁害死他呢？是你们掘了我祖父的墓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不怕遭天谴吗？放屁！人生几何，莫作莫吃莫得苦，往后一步无死界。我刘山人自古老莫从来莫失笑啊！好嘅，做点咩啊？落水呢？啊！好嘅，我拖了咩猪诶呢？今天都没猪啊！住手！放开我牛姑娘，
放开他，我们得死了。把人给我放了，让你们走。娘，等一下，跟他烂天皮啊！你他娘的说什么？我去你的！老天！操肉厚，埃及倒也没事儿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值得吗？我不知道什么是值得，什么是不值得。我只是想你不要受到伤害。这上劫取的命案极其相似啊！林叔，莫非这凶手就在这洞里？晚秋姑娘，你祖父的墓遭贼人盗窃，我们想进去看看，不知晚秋姑娘。祖父一生爱惜青玉。没想到死后还要受人折磨。我知道英叔通晓阴历，还望事后请英叔做主为祖父迁葬。阿文，照顾好晚秋姑娘。阿武，带路。是师父。好，这恐怖的气氛呢、啊、可以的吗？哎呀，梁队长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这天生多灾多祸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给你拍拍。哎呀，来来，看看，这为什么会有一只狗啊？看来此地非言所需。英叔，你都说这里是是非之地，那不如我们走吧。走什么走啊？我们还没找到凶手的线索呢。继续。嘿，这就对了。我师妹呀，就喜欢你这样子的。说什么呢？啊，是不是想尝尝我的拳头？哎，谁？看来。他是在此自杀。对呀，奇怪了，师父，为什么这里有两副棺木呢？这两副棺材都是空的，如果说这副是他的，那另外一副，照痕迹来看，这里面应该有人生活过，很有可能那个人就是凶手。师兄，这里面应该有三套卜子官服，但是现在却只有两套。也就是说，有人故意穿卜子官服在外行凶，他奶奶的，真不是人！哎，师父，我感觉我们遗漏了什么？遗漏？这……哎呀，幸亏！你快走！
死气之下万物不存，你还是想起那一些事情，当年将你藏于墓中，我便料到会有这么一天。进去看看。凶手出现了，师父，我们直接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凶手给跑了，可是我就不信翻他个，我一定会翻他个几十好天，我还翻不住他。走！哎呦，你说晚秋这孩子，大晚上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，急死我了。晚秋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。英叔，多谢你们又救了我一次，只是晚秋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。英叔，英叔，就让我以身相许吧。梅姨说的对，我师父当了这么久，哎呀，也应该破戒了。好了好了，走，去我那喝茶啊！走了走了，师父请。哎，师父您慢点啊，师父。晚秋，你下去休息吧啊。哎，没想到啊，发生这么多事儿。晚秋这孩子呀，也是苦命的很啊。本以为现在日子过得好点儿，谁知道命运捉弄人啊！哎，梅姨娘，关于晚秋姑娘祖父穆长林的事，你还知道多少？哦，晚秋的祖父穆长林，前清时候可是难得的清官呀，由于一些变故自杀了。哎，穆家呀，从此也就败落了。这晚秋啊，无处可去，我看她可怜，我就收留了她。原来是这样。这晚秋姑娘确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啊。人生怎么可能会一帆风顺呢？只有自己知道自己的事儿。就我们宜春院的这些姑娘，哪一个不是被命运捉弄呢？哎，人啊，只要活着就行了。看来梅姨也是性情中人呐。英叔，喝茶喝茶啊，喝茶喝茶。哎，当年我转为学医，为的就是济世救人，可是现在我却有些动摇，医人可是却医不了事，面对这些死去的人，我真是束手无策。师父，
其实你已经救了很多人了。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师父，我错了，有件事我没告诉您。起来慢慢说。师父，我想也许知道凶手的身份。你是说凶手拥有和晚秋姑娘一样的胎记，很有可能就是晚秋姑娘失散多年的哥哥。这件事情不怪你，其实我也猜到了，在穆长林的古墓中，我发现他祖父的墓显然被整理过。这件事你可告诉过晚秋？这样也好，现在晚秋姑娘经受不了这样的打击。师父，如果这墓里的枯骨是穆长林的话，那为什么不把它放到棺木里直接下葬呢？想必凶手是想为穆长林复仇之后再将他安葬。队长，搜索了一夜还是没有什么线索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记住，无论如何都给我抓住凶手。还有，给死去的兄弟双倍的抚慰金，钱我出。是。你的队长好像不一样吧？也许这是件好事。一树，杨队长，昨夜可有什么线索？杨队长，有件事情恐怕还要麻烦你。一树不妨直说。我猜想，凶手很有可能就是晚秋姑娘失散多年的哥哥。听闻晚秋祖父穆长林当年因故自杀，从此穆家衰落，想必这一切的起点就来源于穆长林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回去查看族郡。杨队长，不喝口茶再走吗？无双姑娘，昨夜我失去了几名兄弟，我实在是喝不下去。这茶，等我为他们报仇了，我再来喝。哎，走。晚秋姑娘，无双。晚秋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？哦，没事，你别紧张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儿，你看好着呢，你看。晚秋姐姐，你终于笑了，这一天都没见你笑过呢。晚秋姑娘，怎么了？好，没事儿。那没事的话，我们去喝茶吧。公子，进来玩啊，咱们楼里的姑娘多的是呢。英叔，英叔，杨队长，这么晚了，是不是有什么线索？确实有线索。我查看了镇上当年所有的档案，我发现穆长林当年自杀的真相。当年呢，穆长林因举报霍大友私自霸占凉亭而入狱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在狱中自杀了。之前死的那些人呢，就是当年看守穆长林的狱卒啊。不可能啊，穆长林虽然举报霍大友，可是即使霍大友无罪，那穆长林也没理由入狱啊。阿武兄弟啊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官场的黑暗呢，比你想象的更可怕。张队长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你说，我已经派人去找霍大友了。如果他不想死在凶手的手上，我不怕他不说实话。燕叔，燕叔，梁队长，出了什么事？霍大友他要欺负晚秋姐姐。什么？死到临头了还不自知？既然我们知道霍大友的踪迹，那我们不如亲自找上去。正有此意。我告诉你们，
如果想好好营业，就把晚秋姑娘叫下来，否则……哟，霍大爷，您不就是想找姑娘吗？我们晚秋今天就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嘛。少跟我来这一套！今天我还见过晚秋姑娘，她可不像你说的那样。信不信我今天把你这宜春宴给砸了？你，霍大友，不就是想找我吗？有什么事儿你进来说。晚秋，你放心吧，梅姨娘，没事的。今天本大爷包场，你们都给我滚出去，快！别走啊，大家别走，别走啊，别走啊！晚秋，我来了。晚秋姑娘，别来无恙啊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我想做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你放手，你别乱来，你乱来的话我就……你就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就死给你看。哎呀，死了又能怎么样？你如果死了，我就让你那些姐妹啊替你陪葬。你不是人！哎，骂人解决不了问题，好好的跟着我，我就好好的疼爱你啊！是鬼！大人，当年是我少不更事，是我糊涂啊！求你放过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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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过我啊！求你放过我！穆大人，都是我的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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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错。我的错，梁旅长，快来救我！我可以让你平步青云。我有钱，快点来救我，快呀！我知道你一心想为你祖父报仇，可是像他这种罪恶之徒，那是要交给法律。我早就不信了。我告诉你，这里不是大清朝，我答应你一定将他绳之以法。我谁都不信。虽然他罪该万死，那你也不应该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。怎么？等等，哥，晚秋姑娘，别过去。哥，你要错到什么时候？放心，霍师傅这样做了。
哥，我知道霍大有害了祖父，害了我们穆家，可现在我不想你出事，我只有你了。小心！照顾好晚秋。是，杨队长，追！我追。你不要过来！你敢过来，我就毁了牧场里的事故。不会想到吧？你死了之后，还是要落在我的手里。你过来啊！难道你想看着你祖父的尸骨？会在我的手里吗？必须死！你这个小人，你给我放下！无双，无双，无双，无双！哎呀，无双！杨队长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凶手捉拿归案！哼，你在教我做事情吗？你！无双，无双！保护你的。Yes!
别过来。我医术这个还可以，放心吧。哇，好香啊，师傅！你怎么回事？师傅还没动呢。来，我们一起喝一杯。哎，要饭。哟，林叔，吃着了。杨队长，既然来了，不妨一起吃点吧。那我可是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呀，师哥。啊，叶队长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喝啥？师妹，我也要来一杯。自己倒。真看不来，郎情惬意呀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给叶队长倒杯茶。林叔，没想到呢，你最后还是选择了这守护林庄啊。有些地方总是要有人看守吧。至于药铺那边，交给我这几个不争气的徒弟吧。放心，师傅，这林叔的境界啊，这一般人呢那是达不到的呀。那个啊，不是兄弟呢，我师兄啊。这不，晚秋姑娘还没有走出这个心理阴影，我师兄呢他就去陪伴陪伴，你懂的。你懂的啊。其实可惜了。这可惜是可惜了点，但是我就感觉这差点什么呀。差点什么呢？